Yeah. Oui.要搭电梯啊。走了，走啊！我们是司机啊。哦，他会自己按。我们是他在看我表演，我说他刚自己按19楼。电梯请求19层。能够和您一同度过乘机时光，真的很开心。如果您需要我的服务，请随时致电前台。这样5岁小孩的声音配音多可爱！我们等下打电话去前台，叫他来这边唱首歌。拜拜。他要是会回你，我会吓到。15多少？17不在这吗？我之前住的是917、2017。哦。0917。这件刚刚好，继续，宝贝。去去。我之前住的是这个。不错。应该是。哦。我们住的是大套房，这个是那种小套房。哇，太美了吧！真的。在这里一年住了四天吗？对。我开空调。我觉得跟我们的那个房型是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是套房，那个是大套房。可以开窗。哇。你可以开窗。没事。我在哪？先开。我要去拍个厕所。真的，我之前住的就这里，有种君临天下的感觉。君临天下，
拜拜了，君。拜。